YouTuber 九 man 六日因持有大麻遭到警方逮捕，人设大翻车。虽然经过侦讯后已经无保请回，但事件仍引起热议。随后有网友发文指出，前电竞选手 Toys 过去因卖大麻被抓，人生跌落谷底，后续又被爆出诈赌事件，没想到负面消息缠身的他，靠着厚脸皮和七寸不烂之舌，凭借和馆长超哥之间的纠纷，成功收获一波流量翻身。对此，原 po 好奇询问，如今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九 man 身上，他是否也能东山再起？不少网友揶揄台湾人都很健忘，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原谅他，因此九 man 根本不会有事。但另一票网友则认为，两人原本的形象差很多，爆发丑闻对九 man 肯定比较伤，可能会影响到代言工作，后续或许难以重回巅峰。Bye.